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官方消息，即将年满34岁的中场力曼查马迪正式加盟罗马，将会穿上21号球衣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个是马迪第三次同现任罗马主帅摩连奴的合作。之前他曾经在车路士和曼联都同摩连奴共事。名记罗马洛透露，马迪同罗马签约到23年的6月。合同中仲有续约1年的选项。马迪在2009年加盟车路士，2011年奔飞加以500万欧元转会费将其签下，2014年车路士以2500万欧元转会费将其回购，2017年曼联花费4470万欧元转会费由车路士签下马迪。马迪共为车路士出场154次，攻入7球，并且有19次的助攻。另外，马迪为曼联共出场189次，攻入4球，而且送出11次的助攻。在2011-12年的赛季，马迪各项赛事为曼联出战32场比赛，并且送出4个助攻。好波唔等人，即刻下载 M 直播，收睇精彩足球、篮球的赛事。